我的哪个让你猜了？哎呀，你的我也猜猜吧。我的我自己猜呀，为什么给你猜呢？这人好无赖啊，我都说的是我的，硬跟我猜。我猜快递上瘾。这答案是你的。那不是我猜的。这答案是你的，你讲这么小吗？这明明跟我一样大，你还说是你的鞋。这不是天热了吗？给你买一双，免得你的脚总是臭臭臭，你要把我熏坏，试试。你作业写的怎么样了？还好吧。还好吧。你赶快做完啊！做完晚上带你出去转一转。我今天做不完。做不完，你好几天呢？但是今天你肯定要做一部分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做了一部分了。嗯，然后晚上带你出去转转。这个鞋子好特别啊！它就这个样子就好了。看那个袜袜好丑啊，那它露出来了。不是，它这个鞋带好特别啊，它就这样子就好了。嗯。好宽松啊！好漂亮啊！好棒啊！看样子你很喜欢。我要增高了几厘米呢。身高不够，鞋子来凑。可是我要增高几厘米呢。这怎么弄呢？拉它。不是，你拉这个，拉这个，拉。两个都拉。两个拉。哦，不用系，就这样子的。对。哎，是有点特别的，大小如何？大小可以的啦。好不好看？好看的啦。喜欢？喜欢的啦。我跟你说，你老在家里宅着也不行啊，让你去公园玩你也不去。今天我还打算带你出去转转啊。去哪里转呢？去江汉路或者是户部巷，然后吃点好吃的。然后听我说，最主要内容是想提前转一转，看有没有什么礼物给你买一下。你不要过生日吗？提前先看看，你不想买个洛丽塔吗？我想买八音盒。又买八音盒了？我一直跟你说要八音盒。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要买八音盒了？我跟你说过，之前我跟你说我生日想要一个八音盒，你都不记。到底是洛丽塔还是八音盒？八音盒。如果我更想要八音盒，八音盒。你看洛丽塔不就是一个裙子嘛，然后呢，贴了几朵花，那个裙撑还要100多块钱。那是洛丽塔很火呀。而且蛮多粉丝想看你穿一下洛丽塔，你从来没穿过洛丽塔嘞，啊？可是这件事我想要搬盒。经过我的劝说，小猫星终于把手机上面那个绳子给取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为啥？为啥？因为有一个小粉丝私信我说，他姐姐以前经常像这样背着跟我一样，然后呢他说绳子有一天突然断了，咔掉地上了，正好他姐又踩了一脚，然后呢这里正好还有个石头。手机废了，是不是非常的悲催？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拿着吧。你看这样还掉不了。我要这，我要这。由长沙空运而来，不好吃，现场免费。不，这是有好多啊，有好多。你，好惨呀！一个番茄酱，一个啥？沙拉酱。沙拉酱，吃吧吃吧，手机给我。人山人海排队呀！哇塞，这么长！